兄弟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1.19的那个水花飞溅效果，好吧？来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咱们现在啊，咱们啊这么飞下去啊，是有这个水滴的，好吧？你们看见吗？然后呢，咱们跳的啊，扑通一下啊，跳下来，我这个浪花你们瞅见吗？这个浪花，哎，我去，真不真实，兄弟们？兄弟们觉得真实的扣波一好吧？觉得不真实的扣二好吧？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我放个猪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这个猪下去，哇，这个水花，我去，你们瞅见了吗？然后兄弟们，咱们再试下铁傀儡，好吧？咱们看一下这个铁傀儡会有什么效果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咱们直接打下来，兄弟们，没下来了，咱们先把这个猪打跑，好吧？走开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打下来。我去，我去，这么大的水花，这个铁傀儡，哇，这么真实啊！然后兄弟们，咱们还有那个瀑布效果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这个瀑布效果，兄弟们，走起！哎，看吧，这个是这个瀑布效果，瞅见了吗？非常真实啊，兄弟们！啊，这个迷你世界绝对做不到，好吧？啊，不过呢，这水怎么像开水一样啊？这个兄弟们看到这里的，还不赶紧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评论个点也好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多试几个，好吧？哎，多试几个，嗯，都会有这个瀑布效果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还有这个音效非常真实的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些都是1.19要更新的东西，好吧？这个水花的这个效果，你们觉得迷你世界能做到吗？觉得能做到的扣波一，好吧？觉得做不到的扣波二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再试一下更大的东西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哎，更大的东西，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结晶，这个劫掠兽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放出来，兄弟们，哇、这个更大，好吧？一头牛，哎，这个村民的外表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咱们知道的啊，那打下来，兄弟们，我去，这个大水花，真实的亚皮，好吧？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咱们铁针还没试过呢，咱们试下这个铁针，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这个绝对沉，好吧？非常的沉，好吧？兄弟们啊，众所周知啊，铁针是我的世界里面最沉的东西，哎，最沉的东西。嗯，啊，啊，啊 ，nope， 啊。完了，兄弟们，牛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。兄弟们，现在牛顿的表情是不是表装中第5个表情？你们打算要看看好吧？咱们再看看还有没有更大一点的生物啊、兄弟们，更大一点的生物。哎，史莱姆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史莱姆，好吧？来个大史莱姆，我去，这个够大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直接给他打下来。我去，我这么大个水花，兄弟们觉得真实的点个赞，好吧？这是你们以后将会玩到的版本，兄弟们，请把我世界 YYDS 打在屏幕中，好吧，兄弟们。OK， 看完视频不妨点个赞哦。